夏がそうさせた。はい。カーブを曲がって丘に登ったら太美了吧。海が見えるはず。什么就是太平洋。太平洋还大西洋。太美了吧！体验了一把沙滩摩托，哇、哦！这是横春的南门。今天吃的是臭臭锅，我们要了一个臭臭锅，大肠臭臭锅。这是三种酱：沙茶酱，然后蒜蓉酱油和辣豆酱。然后吃免费去的冬瓜茶。这个是卤鸭血，吃一个臭臭锅的花枝丸。美丽的池上，那个稻田，全都是池上的稻米。
了起司进去而已，就是像把那个披萨上面一层起司加到了包子里，但吃上就是很幸福，就是芝士就是力量。